好，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比较慢一点的，慢一点歌曲，叫《贪婪的手》。今天好奇怪，为什么飞机那么多啊？没关系，当我背景音乐。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我的可爱的小阿姨，小阿姨就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在我台北的家人小阿姨，她点播一首歌叫《玫瑰》，搞得跟民歌西餐厅一样。没有，《玫瑰》这首歌其实在讲，是有一天我在咖啡店，然后。突然想到一个旋律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的状态是，就是那也是大部分的状态，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样，就是
可能感觉有点寂寞或有点失落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用了几个和弦，然后一个简单的旋律，然后我就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。算是一个小品啊，我就把玫瑰这个形象去就是包覆那个情绪这样子。哎，铁花小公主。哎。谢谢。好。